一，如果难过，就努力抬头望望天空吧，它那么大，一定可以包容你的所有委屈。二，不急于表现自己，也不急于纠正旁人，再听一听，再看一看，再琢磨琢磨。三，人穷的时候要少在家里，多在外面；富有的时候要多在家里，少在外面。这就是生活的艺术。四，清清楚楚看昨天，扎扎实实抓今天，高高兴兴看明天。向昨天要经验，向今天要成果，向明天要动力。五，撑不住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声我好累，但永远不要在心里承认说我不行。六，读书虽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，但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机会。七，不要期望所有人都喜欢你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让大多数人喜欢就是成功的表现。八，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，从内打破是生命。人生一世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